啊都非常喜欢吃芒果，那就像小小一样，小小也非常爱吃芒果。但是啊，这个之前呢包芒果的时候啊，总是用手一块一块的包，包的指甲缝里都是芒果。这样的来说呢，我们吃芒果就要花非常大的时间来包芒果。那今天呢，小小学会了一个小妙招，分享给大家，快速的把芒果打开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方法非常简单，我们先准备一个芒果，然后再准备一个硬币就可以啦。我们啊就用这个硬币给芒果来一个全身 SPA， 也就是把它身上刮一刮，从头刮到尾，拿着我们的硬币，然后准备把刀子在这个头的位置削。那削完一个口之后，我们就沿着这个口啊往下包。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包的呢就是成条的，而不是我们用手直接一小块一小块慢慢的抠下来，这样非常的省劲儿。那用这种方法包芒果也不会让这个芒果皮上沾满很多芒果肉。怎么样，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有效呢？只需要用这个硬币在芒果身上刮一刮，就可以快速的吃到芒果啦。喜欢吃芒果的朋友们赶紧